强吻你、啊、你小声点，这么大的声音保安都听见了。我就是想听更多的细节嘛。啊，没有细节，总之啊，他就是个变态，天天自己绯闻满天飞啊，还管着我，真的是把所有人都当私有财产。反正你们都是合约结婚，忍忍一年很快就过去了。洛小溪，哎呀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典型例子江少凯。你糟心玩意儿！哎，你别吃了，你一吃凉了就痛经。甜食能刺激我体内多巴胺的分泌，我现在需要安心。这还不简单？走着。果然买买买，让人开心啊！就是。陆总。哪里？哎呦，陆总啊！让简安接电话。简安啊，他没空。倒是您啊，一边幽会旧情人，一边又要哄小娇妻，您是真忙啊！哎，简安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你又去约会酒吧呀？我马上来啊！干什么？啊，不说了，拜拜，陆总。你在干什么？姐们这是帮你出主意，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啊。你在外面等我。陆总，您可算来了，感谢您为我们酒吧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什么活动？简安人呢？啊，您放心，陆太太已经交代好了。各位，大家安静一下，今天陆总已经抵达我们的活动现场。按照我们活动规则，凡是能成功壁咚陆总的人，即可获得酒水免单大奖。对不起了，陆总，你干嘛？陆总。哎，陆总，哎，陆总，哎，陆总，别走啊！有埋伏，陆总，快开车！